到我国访问的越南常务副总理张和平拜会了哈利马总统，凸显了新越两国的优良关系。哈利马总统说，两人就区域发展交换了看法，并指出两国是长期的朋友，在许多领域展开合作。两国也有共同利益，包括保持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以及维持亚细安的团结和重要性。